听觉健康冷学堂，预防噪音第四堂，防范噪音。如果有人在你们家的外面制造噪音，该怎么办？打开戴上耳塞，耳罩，或用手把耳朵捂起来。赶快把门窗关下。也可以打电话报警。都说得很好，老师要奖励你们。耶、yeah! ！老师唱歌给你们听，鼓励鼓励。下课喽！嘿，还有第几堂课呢？想知道答案吗？请注意开学日期哦。